王总，您还不了解吗？他永远是家庭生活第一，工作第二。对，他在健身房呢，特意让我跟您说一声，我们公司这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啊，永远有您一枝儿，您随时过来歇着。啊，我们公司的锅里不管是有汤还是有肉，都给您留一口。好嘞，您就放心吧，我待会儿把合同给你们发过去，让律师看一下。好，就这么着。嗯，于副总，哎，请您签个字儿。好，怎么着？江董健身的时间又延长了，这不您让江董骑那个动感单车吗？要不怎么说您最了解江董呢？您猜怎么着？现在江董那个健身教练文文啊，拿不到会员费，他急的是上蹿下跳的。他只有身体好，才能领着咱们大伙儿一块儿跑。没错没错，我忙去了。嗯，江董，合同已经给老虎发过去了，他可能还有点不放心，一会儿会找你确认。OK。营养，哎呦，小祖宗，小祖宗，哎呦，你下来呀，你挺个大肚子，你瞎练什么呀？你再把孩子抻着，哎呦，孩子不是弹簧，他经不起抻呐，哎呀，把我急死啊！现在儿子已经入位了，哎呀，你懂什么？我这是带儿子荡秋千呢。欢迎这个。你把这个太阳画完，老师过来检查好不好？你们在玩什么呀？你在玩什么呀？你可真行！哎呀，哎呀，怎么意思？云硕啊，不对劲儿了，好像羊水破了。啊？啊，疼！我看看。请住啊！哎，爸！哎，这么美啊！就这一半天了。啊！请住啊！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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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妈，要生了啊！停停停！怎么了？羊水破了啊！闺女进厂房了吗？你闺女啊？谁啊？江天儿。江天儿。对对对。嗯，没有。哎，不是，怎么不可能？您给查查。啊，那你稍等一下。哎，你看一看，合同，说白了就是管君子不管小人。那是，我这货呀，天天一车一车的运，不找个可靠的人，谁放心啊？我啊，就相信德顺，他给我写个条子，摁个手印，这合同签不签都成。小叔，嗯，江天怎么样啊？什么？他怎么样啊？什么？他怎么样？挺好。哎，你帮我，这还是密码那个啊。哦。
哎，哎，江总，你说那个老虎过来了。德顺，我老虎子。对对，老虎子，老虎子。德顺，我老虎子。这个，我跟你说，咱这合同说白了就是管君子不管小人。在哪儿，天儿？你这样，你给我写个条，然后我就不干了。哎呀，我还能跑吗？啊？你侄女江天儿马上就要生了，都进了病房了，行，不行了啊？让福才接个电话。行嘞。福才，你把我的人民章给我盖上。啊，好嘞，好嘞。回头请你喝百天酒，给我备份大礼啊。好嘞，一定去，一定去，都准备好了。嗯啊，来吧，啊，得嘞，青花。江天家属。江天家属签个字吧。生了，哎呦，到底是练瑜伽的，真痛快。不是，不是阿姨，你们家谁陪产啊？他。行，那你赶紧准备一下吧，我在里边等你签字消毒。赶紧，怎么呀你？让你陪产去，让你陪着江天去。起来呀，赶紧的。去不了。干嘛你去不了啊？我运血。没说让你去看血去，让你陪着你老婆去。不是，不是，你让我运血，别闹。运血是一方面，还一方面就是我上网查了，那个网上说吧，看老生孩子，99%，就大部分吧，不好意思说，那个影响，那个影响什么呀？你想那个？哪个？姐，你看我干嘛呀？干嘛不明白？妈妈，那个袁硕的意思就是说哈，那个他怕以后影响那个夫妻生活。夫妻生活？德叔，你说你这，让你进去就进去，滚！哎，把杯拿着啊，让江天喝了，补充体力。瞎琢磨别的事儿呢，赶紧去。行了，别磨叽了，快去吧。啊，这也给你。啊，我也要。跟医生说啊，无痛生产，别忘了提醒大夫啊。哎，行，那我去。快快快！护士，产房是。呵，你怎么才来呀？哎呦，你自个儿媳妇生孩子你还迟到，这样。不是不是，我正说出门了，碰上一个溜门撬锁的小偷，你说我能饶了他吗？报警啊！不，报什么警啊？义不容辞，职责所在呀、啊！是小偷追着你满处跑。吓人了！救命啊！你别老瞧不起人，我跟你说，这回我还露大脸了。哦，我面对凶残的歹徒，迎着他。一尺多长的弹簧刀就上去了，小偷吓得扭身，他开窗户，他跳楼，几楼啊？四楼。还有刀呢？有啊，你跟着跳下去？不是，你以为他真跳啊？他没这胆儿，做贼心虚。我一招呼，街坊四邻全都出来了。使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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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，使劲。对，起来！走头了啊！来，把这儿啊，来，起来，来，走，来，别呼吸，一、二、三，用力，使劲，使劲。关节，把他制服了。对，都看着他，打关节，下他的刀。那老胳膊老腿啊，真得注意点，别再闪着腰。怎么样？生了没有呢？早就进去了，这不等着呢吗？嘿，瞧你，给爷爷留着第一眼呢。怎么？老爷看第一眼、啊、什么老爷，我是正根儿、哎、我是爷爷。哎，老爷和爷爷都一样。哎呀，来了来了，出来了，来了，生了呀。怎么样？生了，母子平安。哎，母子平安。哎呦，这个，母子平安。哎呦，大儿子，小子呀。
我去熬汤去。来，我家里我去熬汤。我不喝，我得。俺娘说得熬出来。哎，行。什么孙子？哎呦，你比我孙子还高一个，我孙子呀。孩子，爸爸，现在好点了吗？好点了吗？现在好多了。宝宝生出来了啊，健康男婴，六斤六两，过来看一下吧。哎，谢谢啊。嗯，谢谢大夫啊。别忘了放那个催奶的药，把汤熬成白色的。我说，知道，我马上就回来了。那个进来，妈妈，您慢点，路上慢点。是不是这谁？闺女，元叔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啊啊，是孙子吧？是男孩吧？啊，元叔，啊，男孩女孩不重要啊，那个 B 超星宇看错了。哎，元叔，这孩子。回头还得说呀。哎，别瞎说，别人家是正的孩子，谁谁谁孕妇啊？我。闺女，慢点，辛苦了家。哎呦，还睡着呢。闺女，睡点啊。叔还有孩子，这么把天照顾好啊。爸，谢谢你爸。要等会儿我包包。出来了，好好喝两盅，得好好喝去。哎呦。怎么还不出来呀、啊？快，刚才说了，快！对，哎呦，太好！健康男婴六斤六两。好，你待会儿再干。你我这看我这孙子像谁？怎么对不起我江德川？哎呦，这孙子真好看，是吧？这大脑门，大眼珠子，哎呦，小嘴儿，真是。咋了？头？哎呀，来，赶紧的，我看看吧。喂。江总，我看，孩子先抱他妈妈那去了。哎我这不是这怎么这模样啊？怎么？啊？怎么长这模样？不，冷静，别着急。我觉得刚才我仔细看，我觉得还是挺像你们老家。你看那孩子那脑门，就像他姥爷这种大脑门，鼻梁高挺，像他姥爷，眼神儿，还是像他姥爷，是吧？但是他头发黄的，这像谁？别说了。德顺，这事儿大了。二老人，这孩子是挺特别的，长得太好看了，好看。我觉着等大一点了，长大了，长开了，肯定就像我和你了，是吧，福大哥？那不可能，你看他儿子，长三十多年了，也不像他爹。这简孩子怎么说话呢？你长开了，去。会不会是？真这样，可麻烦了。好，这但愿报错了啊！好，哎，大夫，你说清楚，这那孙子是谁呀？不是，那孙子是谁的？什么那孙子是谁？啊，我说话什么谁孙子？就是刚才抱住的那孩子。爸，那是报错啊！啊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不是，你们不是一直在手术室这儿守着的吗？是。今天的产妇就这一个，孩子你们都已经看过了。再说，孕妇的生产全过程
大夫啊，如果孩子报错了，赶快给我换回来，不然的话，上法院告你们，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哎哎，你告可以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们医院从来没有发生过报错孩子的现象。对不起，我还有工作。没有，你这不敢，我就说不让他这老焗油，老焗油对身体不好，对孩子影响。你捣什么乱呢你啊？这样没事，回去好好问问那闺女，你老小子教女无方了。哎，老袁，我刚才说了。醒了，哦，那行，那你就在医院好好陪着你妹，千万别离开。嗯，哎呀，天丁家口啊，曹阿姨啊，江天生了啊，这老母鸡呀、啊，金炖着呢，越炖那味道啊就越浓。对，嗯嗯，那么大喜的日子不高兴吗？没有啊，我挺高兴的。啊，高兴，高兴。这车不错，这是再好的车不戴头盔也不安全。哎呀，办事儿有点着急就没戴。着急也不能超速啊。我错了。驾驶本呢？驾驶本没带。行驶证。行驶证也没带。身份证。身份证也没带。你连三证都不带啊？呀。这事儿干的讲究啊！哎呦，这事儿可不是我干的，这是不是您干的啊？我干的，他干的。对面闪着灯车认识吧？认识。上那车。得嘞。刚刚报错的太急了，我还没看清楚呢。哎哎哎哎哎，
生说你刚生完孩子，现在不能乱动，知道吗？这样有利于子宫收缩。躺吧，我去看一下。是我生的吗？这个就是你生的呀。我怎么可能生出这样的孩子呀？这家属，我们要抱宝宝去喂奶了啊。护士，你们这是不是弄错了？这不是我生的孩子。哎呀，你们家的人啊，轮番问了好几遍了，刚才都差点打起来了。这动手都是轻的了，你快把我儿子抱回来。这就是你家孩子呀。那您抱他去喂奶，谢谢啊，护士，谢谢。姐，我儿子呢？跳上。姐，这肯定搞错了。你别激动，不是我儿子。别激动，赶紧躺下。闯红灯、超速还不带驾驶本，这生孩子也不能着急啊。你以为你开的救护车，你又不是滴滴滴滴滴滴。应该是滴滴滴滴滴，救护车应该是滴点还是滴啊？啊，你们俩说对不对？救护车应该是火火火，救护车是哎呦哎呦哎疼啊，警车是崴啦崴啦崴。你干嘛的？哎，警官同志，我怎么看你那么眼熟？你进来过吗？我没进来过，我给他送驾照了，送驾驶本。嗯，那个罚款。行了，签个字儿，我在这儿交钱，在楼下交，500块钱。以后出门检查着点，三证都得带齐了，知道吗？三证：身份证、行驶证、驾驶本。一罚就管用。平时人可遵纪守法了，这是因为他姑娘生孩子着急才超速。走吧。这滴滴儿，滴滴儿，我就滴滴的，怎么？嘚嘚嘚嘚嘚嘚，你快把我儿子还给我。你看当时你老公就在现场，亲眼看着孩子出生的。不是，你睁大眼睛看看，我跟我老公，我们俩谁长这模样？我生孩子的时候，我老公快晕倒了两次，脐带都没解。你那时候对我儿子做什么了？我们在给孩子做清理。那你清理的是不是把我儿子抱错了？你快把我儿子找回来。我们做孩子清理的时候是不会抱出产房的。你看这样吧，你也不要生气了，实在不行做个 DNA 看看到不对是不是你生的。呦，你这种时候可不能这么着急上火。快坐下，快坐下，坐下。行，到时候我们做个 DNA 啊。对，谢谢你啊。哎呦，怎么了呀？快点，快上床躺着去。你姐呢？怎么把你自己放这儿了？那去买吃的去了。快点，来吃饭了。你姐也真是的，把你一个人搁在这儿，真是。大妈今天做这汤可香了，炖了好长时间。大妈，我自己来吧。这女人你知道吗？生完孩子骨头缝都开了，所以为什么说你得坐月子呀？坐月子就得养着，知道吗？什么事儿都不能干。哪有你说的那么玄乎呀？哟，不邪乎。等到时候，将来你这骨头缝疼，得了腱鞘炎啊、关节炎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了。快尝尝吧。我是瑜伽教练，底子好，恢复得快。请臭美。
妈想跟你说什么呢？等出了月子，把袁硕叫着，踏踏实实的好好聊聊，给人道个歉。反正将来这日子总还得过下去、啊。为什么我道歉呀？我又没错，我凭什么道歉啊？哎呦，呵呵，哎呦，你瞧瞧，瞧瞧，快快快快，别生气，大月子都不能生气。水泡上了吧？点火就着，快点喝吧。爸，我的事儿我自己能处理好。你等会儿，儿子，你放心，等江头市上门来，你看我怎么修理他。爸，您就甭管了，我求您了，行不行啊？哎，这天都要塌了，我能不管吗？啊？从你祖爷爷开始一脉单传到现在，你说生出这么一孩子来，你对得起你爷爷、你太爷爷吗？啊！你站住！今儿你要敢上医院去，我就上去跳楼，你信不信？你不从小教育我吗？啊，遇事不能躲，勇敢面对，积极进取。是啊，打脸的事儿那能躲吗？你要真想找他去，那你先带上医院，你告诉江天离婚。现在就离！我没法跟您说话了，刻不容缓。老公，你来了。咱儿子这样，是不是把你吓傻了，吓坏了？但愿的人，还是先把身体养好，其他的事儿先甭想了。我就知道你的内心是强大的，咱们俩共同面对舆论，好不好？哎，给你看啊，咱们儿子生成这样是有原因的，你看是基因突变。是，突变。这不突变，能成这模样吗？那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现在是不是也怀疑我呀？对，我以前是在国际班，天天接触外国人，可是我这一年多，我带的都是国内班呀。我除了我好朋友卡特以外，我就没接触过外国人。那你到底在怀疑我什么呀？什么意思呀？我没别的意思，我这分析基因突变呢，一切皆有可能。不是那卡特那人我见过呀，就瑜伽馆那个外聘教练，人多才多艺，能歌善舞的那个。你是不是不相信基因突变呀？信，我信基因突变。但是基因突变它也不能跟谣变似的，变得连想象都想象不到。哎，你说话能不能别这么阴阳怪气的啊？袁硕，你要有什么话你就直说，我听不懂。领导。
头这种人你少理啊。怎么了？那鬼头蛤蟆眼的，一看就不是好人。哎呀，他人特别好，关系特别好。是，什么呀？爸，打那天把你交给我，你的拥抱就属于我一个人的，不属于别人的。怎么那么肉麻呀？抱一个，抱一个呗。天儿，你想想，从小到大，是不是姐姐最疼你了？什么好吃好玩的，我都给你，对不对？所以哈，天儿有什么事儿，你不能瞒着姐姐啊。嗯，咱这。宝宝的爸爸到底是谁呀？哎，姐，你怎么连你也怀疑我？是不是？他呀，别生气，别生气。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哈？什么你们公司的什么答谢会呀，什么 party 呀，或者什么聚会呀，就喝酒的那种 party？ 啊，你是说我那次跟卡特？哎呀，那次我们都喝多了，后来都不省人事了。那再然后呢？再然后，不知道谁给我送到宾馆去了。哎，我早上醒来，我躺在床上，卡特睡在地上，那睡的呀跟死猪一样，怎么叫都叫不醒。大概多长时间了？小一年了吧，我也记不清。完了，肯定就是这一次。时间刚刚好啊，姐，你别乱点鸳鸯谱了好不好？你这么一说，我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哎，杜儿，你有病吗你？那很多朋友呢会觉得瑜伽是女性朋友专享的一个运动，那其实不然，女性呢她去练瑜伽。更多是为了身材和仪态。教师，来了。但是我们男性去练瑜伽呢，才真正能达到修身养性。其实练好了瑜伽，对我们男性啊，其他的一些功能也有很大的好处。嗯，我呢，怎么你说？哇！啊！你谁呀、啊？哎，怎么样？被打了我？谁呀、啊？打我？啊？不是江婷他爸吗？江婷他爸，他跟他猪没鼻，没猪啊？你洗手了吗？没有。那你就碰我脸呀、啊？哎呦，我去洗手。真的？我不讲究能死是吗？啊？我跟你说，艾丽莎那指甲还长，她。啊！这解开，你还脸红了？来，啊！哎，谁呀、啊？干嘛打人啊？别说了！啊，这谁呀、啊？你干嘛呢？怎么回事啊？你和江叔怎么打卡特了？打的是轻的，我们你们要不在，我弄死你！别听见，出事了！我敷衍点，当买的。哎，别动！别说了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快点，艾丽莎，快拿冰块，他打的是同一边吗？那边。啊！哎呦，我没脸见人了！哎呀，我就这儿听着演我一辈子嘛！看，哎，天儿，喂，亲爱的，我生了啊，生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谁生了？哎，亲爱的，我现在不跟你说了啊，你爸和袁硕把卡特给打了。什么？我们现在先去医院一趟。对，你好好养着。啊，先这样，不跟你说了。哎，不，张敏，喂，干什么呀？啊！别扯着没用了。既然你上门来了，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，拿出真诚来。行，绝对真诚。
下边我说的话啊，你知我知，天知地知，祖宗知。行，说吧。这小羊孩你打算怎么办？多难听，哪是小羊孩，孙子。你骂谁呢你？孙子呀、啊。不是动义气的时候。行，为了咱们两家的脸面，我找好了一下家，老夫妻俩不能生育，这个他们愿意收养孩子。什么意思？卖孩子？不是卖孩子，咱们是悄悄的把孩子在人家寄养，那家人挺好的，孩子不会吃亏。王中旺。不，君子动口不动手。安中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中旺啊，回去问人说，他愿意过咱就过，不愿意过就拉倒，敢动我外孙的一根汗毛。土匪？谁呀？我。